南川、城口等五个区县的海拔600米以下地区，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40摄氏度。这是自8月21号以来，重庆连续第九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。受副热带高压长时间控制重庆及周边地区所致，未来10天，重庆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。天气酷热，请避开高温时段外出，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，谨防中暑。同时，森林防火形势严峻，请各邻居注意控制野外用火，严防森林火灾。市区晴32到41摄氏度，河川晴31到41度，南岸晴31到43度，丰都晴29到39度，荣昌晴32到42度，江津晴31到43度，永川晴31到41度，万盛晴28到39度，綦江晴29到41度，铜梁晴32到40度，彭水晴26到36度，万州晴27到37度，梁平晴28到38度，垫江晴27到39度，中县晴27到39度，南川晴27到38度，潜江晴22到30度，奉节晴27到38度，云阳晴27到40度，巴南晴29到40度，秀山晴23到32度，酉阳晴23到29度，开州多云转晴28到39度，石柱晴24到37度。